台北市长柯文哲四年任期将结束，但许多议员却发现这三年半来，北市议会不管国、民两党或是其他非有柯派议员，质询或监督的力道都明显不足，就连议长吴秉烛都向平面媒体感叹地说，好像没有监督一样，不晓得为什么大家对他、柯这样。市议员把矛头指向柯文哲口中的网军，发现只要议员用力监督柯文哲，常会遭到网友留言攻击。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王世坚就说，柯文哲的网军就像禁卫军一样，帮柯文哲擦胭脂抹粉，所以向议会也好，部分媒体记者也罢，一再受到网军的霸凌，形成一种寒蝉效应。而国民党市议员钟孝平则说，虽然不会太介意留言，但连祖宗十八代跟妈妈都被骂脏话，那就很肚烂，很不爽，很受伤。只要监督柯文哲，就被网军盯上。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王世坚说，柯文哲的网军就像禁卫军一样。摄影记者谢玉新分享。